光哥，咱关系挺好的吧？处的啊，好好好。这明显是练过的呀。那我就想问一下袁池老师，您有功夫，您评价一下。他刷，给他一点掌声。真的真的可以吗？来个拥抱吧。哎，咱南派必须不能输。对啊、同样是比动作，咱也有一位啊。对，有啊，有动作、啊、有动作啊。他是脸部的动作，面部表情啊。来，石榴姐，首先我们看这个普通喜欢的人，看到一个普通喜欢的人，谁这个表情？哦，喜欢多一点的，喜欢多一点的，喜欢多一点。哇，特别喜欢的那种，特别喜欢。这什么叫垂涎欲滴呀？啊，要不喜欢的，不喜欢。我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样。所以是要给您出题了啊！啊，给您出题。你看我这么英俊、潇洒、帅气。哎，看到我了，在前面，向你走过来。哇，是个帅！哎呦，还钱！来来，还钱！这在电脑，我才欠了他了，我要还你了。老子我手看到大长脸了，叮叮叮！你的长脸了？你这哪是长？这下巴颏都快掉地下来，这是。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对呀，你藏书了。好好好，就是人家这功力啊，人家这表情功力。对对对，咪咪你行不？我啊，你就把那个刚才那几个状态看到喜欢的人，看到喜欢的，喜欢的人，韩庚，韩庚，韩庚。哦，看错了，是长脸。长脸还不是最糟糕，廖光来了。看看，家孩子吓都吓哭了。是我。再见。来，找一硬战的出来。回来了，好啊。觉得谁的面部表情更加适合来接受我们的挑战？硬战的，哎，我感觉，嗯，哎，哎，来来来，杨兵是小帅哥啊，杨兵。对啊。看到秘密，看到秘密，看到秘密啊！三二一，开始。看到秘密，喜欢。胖丫，你快看，快看，快过来看！你看到我是这表情吗？没有。我看见你不是这表情，我看见你直接是这样。对，我觉得这都不算难度啊。你认为在你的脸上能做出最夸张的表情是什么？最夸张的。对对对，我们不给你设置题目，就你自己来变形。准备啊，三二一。那你既然已经站到舞台中央了，那就不能让你回去了啊！对，你作为北派的孝星代表，你来什么现场的绝活展示？让他们学呗啊，让他们来，让他们学，咱就整点高难，对不对？啊，明星传你来，咱给大家整个二人转，我给大家唱段猪八戒背媳妇，让他们学学。哎，好啊，那你演的是媳妇儿猪八戒。我演猪八戒呗，那得有背的呀啊！我演胖媳妇儿。出难题咱就得出点狠的，对不对？行。这回几位老师你们看好了啊，我一边背他一边唱，完事你们好好学一下。然后你让老师背胖丫唱。对，必须得背他来。Yeah!
先，哎呀，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啊！这个题也不算太难，完了你们就学一下了啊！难，好，来，各位都知道猪八戒是怎么减的肥吧？啊，那个刚才我是想问一下，他们挑战可以，是背胖鸭？对呀，还是背队友啊？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观众说了算了，对不对？人家是上帝。我解出来了，我背我怎么背他？你就背的定地里去了。反正你们要看，我就背给你看。哇，帅气，可以吧？好呀，上！哇，能行吗？行！天哪，有什么不行的？一二三，跳！钉子一跳，哎哎。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好，好呀！好呀！来，再唱两句。你要说叫相公啊！叫相公啊！你说大嫂。大嫂。好。继续。叫相公啊！对呀。猪八戒啊！背了个猪八戒。来来来，替我着陆，来来来，帮点忙，帮点忙。哎呦，您还好吗？今天全场的好朋友们应该给您来点掌声。好，谢谢，谢谢。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我现在是210斤。好，谢谢，辛苦了。岳老师，您多少斤？我没有多少斤。估计您才80多斤吧。水蛇腰就是这么诞生的啊！看得出来，家里煤气罐都是您往楼上扛啊，平时不少锻炼呢。过日子人啊，这刚才那叫动作片啊！那个咱们这边派出一个以动作见长的酱爆，酱爆，你知道吗？在中国的互联网。你的这张脸和你的身体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什么叫身体？不是，就是大家一聊天发那个表情都是他的吗？真的啊！您给我做一个那经典表情来。哦啊！对对对，到你做一个。哎，那我唱那个题啊、上面的一首曲可以吗？那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嘛。哦，你要给他唱完整的。完整版。哎呀，正好我没有机会看嘛。好，这个歌是你自己写的啊？对，我自己写的一曲子。哎呦，音乐人，来听一下，听一下，来。少林足球那段好是第六段。哦，第六段。好，你到底写了多少段？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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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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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可以唱谱子，唱都喜都啊！你来一个谱子，唱唱哪段呢？啊，对对对，来唱谱子呢。好，对，走着，哆哆西哆西哆啦咪咪嗦啦瑞西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哆西啦哆西啦哆哆西哆西嗦啦咪咪嗦啦瑞西哆哆西哆瑞西嗦啦。不想听。太激动的那个热情澎湃，创意无限，创意无限啊！我燃起了一团火。从你刚才的展示，我基本上看出来一点，你是不太懂音乐啊。那个歌曲呢，用我的话来讲，就稍微有点叫不着调啊。我常常唱歌不靠谱啊，因为你刚才唱歌了啊。